第二个呢，我想要分享的。第二个，接下来我想要分享这一个很厉害的手机 App， 我不知道这到底。下一个我想要分享这个无线的控制手机 App， 就单纯只能给 BMPCC 就是 Blackmagic 的摄影机使用，但是我真的觉得超厉害，因为我们可以开两个同样的软体在这只手机上面，然后我们可以同时控制我们现在的拍摄这一台或者是这一台相机的任何设定，对焦啊、距离啊，然后设定跟我们开始录影跟结束录影，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想要开始录影，我们在手机上这样按一下，我们就可以开始录影，我们完全不用去触碰到我们的相机，你可以远端控制。所以我们现在像是我们在这里要双机拍摄的话，我们可以很轻松在同一只手机看到我们的画面，还可以同时控制两台相机的开始录影，真的是超级方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卡，或者是我们要 NG 一个画面，我们就可以不用跑过去那边按，然后跑不过来这边按，我们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开始录影，结束录影，太棒了。